我想申请离开宗门独立行动一段时间。在这关头离开，万一发生了什么变故，若是你确认了你的师姐堕入魔道，你会如何处置？我一定会劝说他。不，你要将他就地斩杀。旋风，你突破了，太好了！这时，最近听说我的雕门弟子红雁冰姐姐的师妹火开，我的旋风被我俘虏了。